我们达彦的孩子其实很适合发展合唱，在一起唱的当中，我觉得那个大的带小的，这种感觉很好。我希望泰雅学堂是启发孩子一个梦想的地方。你学习的东西可以有多宽，其实你的家、你的世界就有多广。虽然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的课程，可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给孩子的其实他其实是一个学习态度的转变。搬了三次家之后，我们突然觉得我们其实不是流浪，原来是老天爷让我们出去外派，收集更多的爱心，然后好让这群孩子回到我们坚实